目前海洋面积占据着整个地球面积的 71.8%， 这意味着现存的大多数国家都是领海国家，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军事全球化的今天，保卫自己的领海是非常重要的军事任务，因为大多数的侵略都是从海上而来。这也是为什么一国军舰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一国海域附近会被视作为挑动局势甚至是威胁的原因。所以为了海上领土的安全，海上力量就成了很多国家争先发展的力量。来自055的问候，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两艘航空母舰，其他的军舰像055之类的高科技、高颜值、高战斗力的军舰也在快速的下水。不过我们必须戒骄戒躁，因为我们发展的同时，他国也在不断的发展，而且现在我们下饺子更多的是在弥补原来的空白，所以危险依旧伴随左右，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战斗模式。美舰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我军在17日的时候就发布了航行警告，主要是为了进行军事演习，并且锤炼我们的实际作战能力。但这又让我们不得不想起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本月8号左右，美国海军的两艘舰艇在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穿越海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让我们感到愤怒，因为这种行为确实是危险的，其目的无外乎是在寻求什么航行自由。当然我们并不是没有动作，全程的跟随和伴飞，比的就是谁难受。毕竟谁都明白，现在是不可能拿这个事情来大做文章的。还有一个事就是，日本也想跟着美国炫耀一番，想派两艘巡逻船来，结果走了一半就返回去了。总之在我们没有完全成长起来之前，类似的事件肯定不会少，目的就是为了恶心你。但是只要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我们总有其他的方法能找回场子。舰艇编队所以回到那场演习，在本月22号的时候，有媒体报道，正在演习的军舰突然调转穿透高速南下，并且穿越海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此次规模庞大的舰队甚至被过路的民航乘客看到，算是一个较大的动作。更多的猜测是，这就是由给美国、日本以及蒙岛看的。毕竟我们现在也是完全有能力秀肌肉的。